啊，恭喜啊！我们节目呢，最近被这个评定为这个最佳优良节目四颗星，不简单啊！掌声鼓励一下，厉害厉害！而且这些小朋友的同学们呢，都表现得很好。我们算是非常寓教于乐的一个节目。是。那么今天呢，整个一个战况完全不一样了。哎呦，今天算是季冠军赛。今天请的评审是阿布及谢欣，为了今日冠军赛，他们可是位绝对的公正哦。马上欢迎我们一号的参赛同学，欢迎陈恩。陈恩靠唱歌跳舞赢得冠军。哇，这个陈恩哦。上一次来呢，蔡依林的这个舞蹈啦、歌唱呢，表现非常优异。张惠啊，对不起，是张惠妹啊。那也差不多了。你确定你有在主持吗？你可以认真一点吗？因为啊，这些同学个个都长得非常漂亮，而且他们唱歌都很好，我稍微一时有点搞混。今天也是带来什么样的一个表演？舞蹈。舞蹈、唱歌、舞蹈跟唱歌。今天要唱谁的歌？今天要唱蔡依林的。你看，那今天唱蔡依林的吧。蔡依林什么歌曲？花蝴蝶，花蝴蝶，先来看他的表演。环游了世界，全世界，却发现美丽没有起点，谁穿着钉鞋不看点，停止了自转变成一个茧，你我都希望特别，又不敢太过于特别。耶，流行是一种。电眼，你是花花世界里限量版的花花蝴蝶，美女们只是比较豁出去，比较敢一点。花蝴蝶的美的艳的炫，若没三生定业，那些路人家们凭什么发言惹人讨厌？哇哦！今天整个表现又更大方了，更有自信了。对，而且我刚刚看到一个动作，还这样，哦，好厉害，我都做不出来。什么？你想做出来啊？我当然想，我也想要不一样的感觉。葡萄，不要勉强了啦，葡萄，不要勉强了。不然请对啊，我们来教一下葡萄。那你给他一个两个八拍的性感动作可以吗？好。啊，葡萄，你好好学一下，教一下，来来来，我先。哇！有要做吗？快速腿。看清楚了没有？预备 ，music， two three， go， 扭腰。你在复健吗？你在做复健？刚刚看阿布笑得非常开心，我在想他这个动作应该可以做得很好。哇塞！音乐。哇！哇，好，你要不要来参加比赛？还不错哎。他超龄了，参加比赛，谢谢。超龄了，谢谢阿布。好，我们谢谢陈恩哈，谢谢。欢迎我们的二号参赛者林卓。林卓声音高亢，令人赞赏。今天要带来什么样的歌曲？爱了就知道。爱了就知道。这首很难唱哎。哎，这首音要飙很高哎。注意听一下。来欣赏他的歌曲《爱了就知道》。感谢。是一种幸福，等待着被动的是一种孤独，越来越不能忍受你的爱被模糊。我要我们都一样的投入，比先到。受所有的过程才重要，身为男人你不要比我胆子还要小，有感觉就该
有感情哎！我发现看完前面两位参赛同学之后，我觉得今天的这个舞台有一点像是星光级的比赛的殿堂了，你知道吗？对呀、啊，有跳舞，还有唱歌哎！而且我们真的被他外表骗了，他真的唱得非常的好哎！是不是？他一上去，整个那个表情啊，非常的专注，而且好有自信哦！真的，阿布你觉得？对他那个投入的感觉，我非常喜欢，而且他唱歌，没想到这个年纪唱歌这么有 feel 啊！对，浩子，你有什么看法？我好像看到年轻时候的我，说非常的，你说非常的感动。我们今天来的评审也是不遑多让啊，对呀对呀，自选啊，阿布对不对？来这边没有让他表现一下，阿布你要表现一下。不是，我刚刚听到他唱，我现在就有点怯场。怕什么啦？等一下。感情被动的是一种幸福。等待着被动的是一种孤独，越来越不能忍受你的暧昧模糊。我要，我们都一样的投入。我是第八度，哎，第八度哎。你们现在在合唱？我们在合音啊，唱高音我合音嘛。阿布也有算唱得不错了，对，他的感情也是有哎。对，我是感情挂的。好了，谢谢阿布，谢谢阿布，也谢谢我们林佐哈，谢谢，谢谢你。我听他唱歌，好像看到林志炫的感觉。对啊，接下来第三位也非常的厉害哦。好，第三位参赛者是玛丽安娜。玛丽安娜，武艺惊人。看得出来是哪里人吗？这个应该是东欧吗？东欧啊，秀心你觉得呢？我觉得应该是希腊那边吧。希腊这么浪漫的地方，跟他们讲一下你那是哪里人？墨西哥。墨西哥啊，是墨西哥哦。哦啦，还好你有讲，不然我都忘了。是故意要问的吧？今天要带来什么表演？When there was me and you 唱歌。掌声鼓励，欢迎他的表演。他唱的怎么样？我觉得他唱的非常都有到位，而且每一个咬字啊非常清楚。他是这个墨西哥人，他唱英文歌曲。其实你啊还会稍微讲一下西班牙文，是不是？嗯，跟大家讲教一下好不好？比如说西班牙的这个"我爱你"应该要怎么讲呢 ？Yo te amo, yo te amo, yo te amo。哎，我知道怎么讲，你知道？还有一个就是你很漂亮，叫做 "eres muy bonita"。Eres muy bonita。哇塞，好厉害哦！哎，他在教谢欣，你到底有没有在学啊？我干嘛要学别人漂亮？你要教我别人你好帅怎么讲吧？啊，你好帅，你好帅。Eres muy guapo, eres muy guapo, eres muy guapo, eres muy guapo。但我不会对着你讲。Gracias。在台湾有遇到喜欢的人都怎么告白吗？你都怎么说？我都会跟他唱一个很浪漫的歌。哦，你用唱歌告白啊？他有成功过吗？没有，没有，所以以后不要用这一招。你要不要换方法？我很直，我喜欢的男生一定要很壮，而且会跳，很壮，很壮，很壮。然后呢？跳，又唱，然后像他阿布这种型的，你觉得怎样？嗯，要再年轻一点。好，你不辛苦了，谢谢你啊，谢谢，谢谢你。好，那接下来我们欢迎我们的四号同学。张嘉瑜，嘉瑜歌声甜美，有专业的水准哦。
不过她今天打扮的是小公主的感觉哦。对，应该是可能要唱什么缓慢抒情的歌曲。应该是抒情歌。对，你要唱什么歌曲？我要唱张惠妹的《狠角色》。狠角色为什么要穿这个？那对不起啊，冲突的美学嘛，我完全非常冲突了哦。好，张惠妹的歌曲，好不好？掌声来欢迎她的表演。谢谢。第一眼看的是我，所以我很快乐。加速度中的脉搏，预感你要爱上我。世界最特别的我，觉得你还不错。当地球忙着旋转，我们在忙什么？我遇见你，好珍惜一次漂亮的巧合。我就觉得在这一秒关键时刻，感觉也。说真的，只有我能为你解心里面的壳。哇哦！妈呀！啦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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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啦 ！Hello， 你是狠角色，我的心脏。哇塞！哇，带气氛。Hello， 你是狠角色，我是说真的，只有我。节奏感好好，每一个点都到哎，他跳舞的那个力道都有出来。对，他刚音也飙得蛮高的，张惠妹的歌曲，而且他都没有在喘呢，他动作很大，然后他的音也很准，都没有喘气声。不如这个林佐跟我们陈恩，不，我们现在来 PK 一下飙高音好了。哇，哎呦，这个应该蛮酷的啊！林佐先来好了，好不好？听海来抓一下，抓一下。说你在离开我的时候是怎样的心情？啊，标准啊！哦，厉害厉害！来，你标一个高的来。说你在离开我的时候是怎样的心情？哦，你可以唱他的吗？应该可以再高吧？你应该还可以再高啊？那你自己高一个最高的来听听看。说你在离开我的时候是怎样的心情？哇！最后一个林佐，你飙到你的极限来听听看。说你在离开我的时候是怎样的心情？三位同学太厉害了，谢谢谢谢谢谢。接下来进入到我们加分题了，对，加分题哦。来，加分题一号参赛者陈恩，陈恩，陈恩，加分题要带来什么表演呢？唱歌，唱歌还是唱歌？唱什么歌？唱匿名的朋友，杨丞琳的，杨丞琳的歌曲，掌声欢迎他。不能握的手，从此匿名的朋友。其实我的执着依然执着，与你无关，泪自行吸收。不能握的手，却比情人更。失去的温柔最温柔。谢谢，掌声鼓励。哦，我们看到了，他是可以可以动也可以静的。而且刚刚他第一首歌是快歌，现在慢歌，还是非常的有感情，非常稳健，对不对？哦，表现得很好，休息一下，谢谢。接下来是我们二号参赛者，欢迎我们的林佐。林佐带来加分表演。
戴上耳挂之后是今天又唱又跳吗？我要表魔术。魔术？哎，这是橡皮筋魔术。对，橡皮筋。今天这个橡皮筋要怎么玩？对，好，这里有两条橡皮筋，对不对？对。好，现在邀请一位啊，葡萄姐姐了。好，葡萄姐姐帮忙。两条橡皮筋。对。我把它放到两只手，然后套起来。哦，放在这个，慢一点，慢一点，慢一点，放在食指跟无名指哦。好。现在没有问题。没有问题。没问题。我先把它扣起来。我现在把它整个拉紧。扣住，来捏住第一条，捏住第一条，捏紧哦，捏紧，都不要动。好，你相信幻觉吗？我相信，我相信幻觉跟爱情。好，试试看爱情，试试看。好，你现在抓住第一条了。好，我抓超紧。在我跟你讲话的时候，你已经抓住第二条了。啊！你们放开，你放开，你慢慢放开。你刚抓的是第一条哎。先不要放开，先不要。先不要放开是。试试看哦。三条，怎么会这样？第三条嘞，轻轻吹一下，吹一下就第四条，第四条了，山都在上面啊，这样，哇，第四条啊，哇塞，好厉害哦！天啊，真是太神奇了！林佐还有一个更惊人的魔术表演哦，这里有一些纸杯了，对对。然后这里有一杯水，对，我现在随便拿两个纸杯，好，拿两个纸杯，随便放在这里。好，我现在邀请一位艺人阿布哥哥好了，阿布哥哥来帮忙一下，阿布哥哥，喝喝看是不是水，可以喝，这可以喝，可以喝，喝喝看是不是，有点犹豫阿布，可是我刚刚看他是去洗那个水龙头那边，没有，好，现在我在两杯水呢，两杯杯子里面分别倒些水哈。倒一些水要做什么呢？倒了一些吼，倒了两，确定没有问题对不对？对对。好，接下来摇一摇。好，来这杯水对不对？嗯。我要你把它头上放在头上，顶在头上。这杯，你把它顶在头上，对。顶在头上，这样顶吗？这样顶。对对对对对对对。小心。对，好，然后跟着我做。好。我往这边转，然后你往那边转，对，越慢越好。好，好，开始喽，转呢？好转，转。好，慢慢的转一圈。转，慢慢转哦。哎，慢慢转，哎，请你跟我慢慢转。转回来吗？嗯，对对对对对。好，阿布转回来了。好，好了，好了。所以现在已经转完，对不对？对。我们头上都有两个杯子，杯子里面都装了水。对对。仔细看哦。哎，怎么会这样？你的嘞？你有水吗？哎，等一下，等一下，给我，对，来给你。所以确定水在里面对不对？仔细看哦，一二三，咻！哎，怎么可能？我刚刚拿着的时候，水还有重量哎。你有吧？会不会吸到你的头皮里面？检查一下有没有？哎，头皮干的，干的，好神哦！哎，我以为他在。我们刚好看到他的动作，我以为他在耍你。对啊，我以为是整人游戏。我们都被骗了。怎么那么好厉害哦？这样。哎，林佐表现得太棒了，掌声给他鼓励一下。接下来是我们三号参赛者玛丽安娜。哇，刚刚他的打扮都不一样了哎。对，好，唱什么歌曲还是表演什么？跳舞。跳舞，要跳什么舞？Sexy Girl， 安室奈美惠的歌曲，掌声鼓励。看到现在真的很难评，我们不知道该怎么办。我就说吧，我就一开始我就说，今天要稍微严格一点，挑一些小小的毛病，不然很难评，很难挑啊。问题是，真的哦，哎，很棒，休息一下好不好？希望你有好成绩，谢谢。好，接下来我们要欢迎我们的四号参赛者张嘉瑜。来，嘉瑜这阶段表演什么呢？我要唱顺子的《回家》。回家。需要你。
哇哦，今天评分真的很难哎，连总评审耗子以及主持人阿翔以及葡萄姐姐都一同加入讨论。这四位同学实力相当，表演相当的精彩，到底谁才是今天最佳才艺呢？台风奖我们要颁给陈恩，恭喜陈恩同学，恭喜陈恩，恭喜你，很棒很棒，谢谢陈恩。好的，第二个奖要颁给创意奖，创意奖我们要颁给林左，恭喜林左，进冠军赛的最佳创意奖，恭喜，谢谢，谢谢林左。好的，第三个奖是人缘奖，我们要把这个奖颁给玛丽安娜，恭喜玛丽安娜，谢谢。今天最佳才艺奖，耗子来颁发的是，恭喜我们嘉云。